天花真的太细了，嗯，然后我就后面做了整个平衡，这样的话你是 HIV 某，反正每个人的发生的做法都是一样，你说你同数据不是，那就像你说做流产，我是说一定还是强调这个是真的，这个缺角呢，你在长期是不是真的，当时做做产的问题，不能说是一个技巧很小的问题，你要做好做，这是我们这个店铺的话。广告费用就是速度，就是这样，以后你上台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器材那些数据出来，慢慢做好。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几个例子，现在保护的上家三个下家都可以试一下，毕竟你那个那些那样子摆就没人卖的，那时候重新再做。对啊，这个不是上新东西就是为了有那个新款的那个价格的那个价格，对，你如果这些方面很重要的话，可以然后就是这个是平台是各平台都有自己的规则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会的那个就是这个，就像我的，你像阿里的这个说那个科技的那个什么都可以，这个是一个特点。为什么这些产品就大大停掉？你说为什么就它打出来之后，这个是为什么？这个是什么规则？你当时就像，阿里的平台，我记得是主要是靠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的销售，然后你到30%，然后30%的那个销售，然后这个销售越高，那你的收入越高。如果你这种店铺打不完之后会下单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，然后你的产品就会停卖，然后你还能看你的这个新设计做的这个方案。It's about 40。有展现还有手机，有展现还有手机，有手机的还有。